啊，你看，既然大家都在啊，这样吧，晚上我请大家一起吃个饭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小军，哦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做完工作我就先回家了。二姐，你看这郭大哥好不容易请客吃一次饭，你就去吧，正好你们四个人可以分成两段，多好啊！我也不想吃了，店长。 我要早点回家。苏云，如果大家都是因为我不想去吃饭的话，那这样，小军，那我先走了，我正好有事要办，啊，你跟他好好吃饭去吧。哎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，哎呀，二姐，你看你怎么那么拗啊？这陈大哥帮了我们多少啊？你就一点都不体恤，一点都不感动吗？ 苏云，你看，你刚才不是说这喜庆联宴吗？你现在调整，我也去看看啊。小军，你真的打算放你家友去竞争那个陈凯文吗？苏云，我跟家友是不可能了，可是我也没有接受凯文的追求啊。陈凯文这个为人我不太了解，可是三番五次的，他做了那么多事情。 小娟，你对他的身份和背景你都了解吗？就是因为不了解，一直觉得他很神秘，所以我才没有跟他交往。既然你都不了解了，我希望你不要跟他有牵扯。我真的怕你会惹祸上身的。可是我能怎么办？小飞是他救的，钱也是他出的，你也知道，我爸妈特别疼爱小飞，我跟我姐也是。这样吧。 我去找建江聊聊。小军，其实我都不希望建章跟他有过多的联系。陈大哥，陈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很想帮你，可是我二姐她……哎呀，没关系，我知道。刚才你能替我开口说话，我很感谢你。哎，怎么样？你最近工作顺利吗？啊，我工作都挺好的。 特别是郭大哥特别帮我，我可没帮你什么呀，其实帮你的是这位。凯文，小飞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重用他一下。小飞，你想赚大钱吗？我当然想了。陈大哥，我还欠你那么多钱都没还呢，有没有什么钱可以特别快的赚到，而且又特别容易的赚到？当然有了，不过。 我怕你不想做，这有什么不肯做的？不过，我想知道是什么工作我不想做。收钱。收钱？嗯。收什么钱啊？收别人欠我的钱。小飞，凯文说的意思呢，就像咱们保安公司一样，咱们给人家去做保安，那时间到了，人家是不是住户要把钱交给物业？ 那到时候物业是不是也要给咱们一笔钱？嗯，这听起来好像还不错。所以啊，凯文说的收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陈大哥，这钱我们应该去哪儿收啊？到时候你听我安排就行了。不过小飞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收回来的钱，我会给你提5%。啊？5%啊？才这么少点钱？ 这孩子，你不要从表面上看吧，我一般收钱啊都收100万、200万，你只要给我收回100万，我就给你5万块钱。200万呢，我给你10万，你算算，这一个月下来至少得4-50万，有时候好的时候收100万都不成问题。哎，陈大哥，你这不是放高利贷吧？哎，小飞。 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什么叫放高利贷啊？其实凯文啊，也一直都有开当铺，那人家点的东西总得付利息吧？总不能咱们把钱平白无故的给人家用，却又收不回来，你说，这样对吗？嗯，这是不对。所以说，小飞啊，这个钱不是不义之财，是别人家欠我们的，我们收回来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有什么不对的？可是，哎，小飞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。
其实收钱啊是很容易的，小飞，你就跟着我干吧，你不是着急还我钱吗？而且你还想改善一下你家里的经济生活吗？那你就跟着我干，不出一个月很快就能赚到钱了。到时候给你父母换一套像样的房子。好，陈大哥，我听你的，我愿意试试。行，那小飞，你就好好的加油。 不明白，什么不明白？刚刚我去人事处，他们说我明天休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呀。休息假也是应该的。明天素云会来顶你的班，而且明天不止你休假，我也休假。你在搞什么花样？我没搞什么花样啊。我明天啊，想带亮亮去烤肉。你带亮亮去烤肉？ 亮亮跟我说啊，他想吃烤肉，所以呢，明天就咱们三个人去，不会在一边的大搅和了。可是嘉诚，咱们最近工作量很大，你妈妈还有葛太太那儿身体都不好，我们这样……一雪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妈已经回家了，而且她交代过这两天不要管家用的事情，而且我觉得。 他心情也不错，医院的事情呢，别的医生帮我打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亮亮终于可以接受我了，你不应该高兴才是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去吧。 我昨天晚上，我做噩梦了，我哎呦吓死我了，简直是！我醒好几次。什么噩梦啊？哎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我，反正就把我吓的呀。妈，啊，金雪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来看看有什么呢？哎呦，亮亮，你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？哎，哎，夏夏，真乖。哎，亮亮，你们这么早就来出去啊？是啊，夏晨要带亮亮去烤肉去。烤肉？哎，好啊。而且，咱把陈大哥约出来，我们一起去烤肉吧。这，确什么去呀？你去呀，只会碍手碍脚的。人家嘉诚带亮亮去。
飞，你忘了，郭大哥不是说你们今天还去做别的事情吗？哎呦，你不说我还真忘了，我今天呀、还得去实习。啊？实习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爸，那个我们公司的事儿，跟你说你也不明白，你别问了啊。哎，小军，那小飞去实习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呗。还是去上班吧，公司里还有很多账没结呢。那行，爸妈姐，我跟二姐就去上班去了啊。嗯，好的，先走了。啊、好了。等一等，小姨和舅舅，我要帮你们拍照。亮亮。人小鬼大的，你想怎么拍啊？我先帮你们拍。一、二、三，看看。哇！三三。好，现在让舅舅给你跟小姨拍，来，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可不漂亮，多可爱呀！啊，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拍照啊？因为我要帮你们留念。
亮亮太乖了，还有一会儿啊，你就在家里面好好的跟妈妈还有外公外婆拍照片啊。哎，那行，爸妈姐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好嘞。拜拜。再见，阿姨，再见。哎，妈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呀。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不过这个梦见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吓得我醒好几次。哎呀，是你昨天茶喝多了，还跑去跟洪德吵架？啊？你跑去跟洪德吵架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就是想要告诉洪德，让他以后少纠缠你啊，让你和嘉诚好好的来往。 哎呀，没有这个必要吧？怎么没这个必要？上次你跟亮亮、嘉诚他们出去，就是因为洪德在旁边碍手碍脚的。就是。嘉诚叔叔来了，让我去看门吧。去吧，快去。亮亮，叔叔。哎，蜜姐，嘉诚，伯母，嘉诚来了。伯母。哎，蜜姐，你们东西都准备好了吧？我们俩早就收拾好了。 东西我已经买好了，都放在车里面。哎，嘉诚啊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伯母，我准备去西郊那边，那个地方很漂亮，有山有水的。哎呦，这有山有水，不好吧？伯母，您别担心，我们不会去危险的地方。好，好，我不，我要爬山，我要爬山。亮亮，爬山多危险呀，万一摔着了怎么办啊？ 亮亮，你放心吧，这次我们野餐完了以后呢，叔叔带你去攀岩基地玩，好不好？哎呦呦，那也危险，那不用去。没事儿，嘉诚啊，那都准备好了，你们赶紧出发吧。妈爸，要是你们担心的话，那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哎呀，我们就别考虑了，我们不去。是是是，我们俩去碍手碍脚。我们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是是。那咱们走吧。 人有脸，树有皮，我受够！我真的受够！我晚上要天天彻彻底底，我受够你了！我跟你离婚，我真的不是为了去娶真女，我是想过一个男人正常的生活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这段时间，医院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你看我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精力上也顾不过来了。我想请你来帮帮我，好吗？放心吧，只要是你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去帮忙。你说什么事儿？还记得我给你说过，我要聘请一位从国外回来的高佑和。 估计他这两天就要到医院来了，我想让你帮我去接待接待他，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啊，这是我现在的身份，啊，我会个人事不说，让他们下一个人事命令。放心吧，只要是你的事情，不管再难，我都去办。 这两天就要到医院来了。
你负责接待他，负责给他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的一些情况。好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以为一点就着，没想到半天都。动手术你可以，这个你真不行。我来，你陪亮亮去玩。好，亮亮，哎，叔叔陪你一起玩皮球。叔叔帮妈妈，我想要画画。画画？亮亮想画什么呀？看亮亮，亮亮，画的怎么样了？这是妈妈，这是我，这是嘉诚叔叔。亮亮，亮亮，你太可爱了！别摔了，不会。真乖，亮亮，真乖。哎，我看看啊，走，我们吃烤肉去。都吃没了，乱告诉你，真太乖了。好吃吗，亮亮？好吃。亮亮，一会儿吃完以后，叔叔陪你打皮球，好不好？叔叔，我要去山坡那边探险。啊？那不行，那边太危险了，不许去。亮亮，你是不是想做个小小探险家？我不去危险的地方玩，你陪我一起去山那边看看，好不好？不去不去。啊，没事，放心吧。亮亮，叔叔可以带你去探险，但是你要答应叔叔，不能乱跑，而且不能离开叔叔的视线范围以内。好啊。好吧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注意安全啊。去吧。走吧，探险去喽。探险去喽。亮亮，我抓住了！亮亮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拿着吧。叔叔，我不敢拿，你给我找个东西放进去，再给我拿好不好？啊，这哪有东西啊？好，这样吧，亮亮，那叔叔到车里找找看，
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他的。那你在这儿等我好不好？嗯。你记住啊，不要乱跑，就在这儿待着啊。好。嗯，那你再过来一趟。来，哎，亮亮，你要记住啊，不要乱跑，好不好？亮亮不会乱跑，叔叔放心，我再帮你找找哪里还有小帽子。注意安全啊。你看，我和亮亮抓到一只蚂蚱，很漂亮。亮亮说要带回去，我就回车里啊，帮他找了一个盒装起来了。亮亮呢？哎，他不就在那边吗？我喊半天没见到人呢，哪儿呢？哎，亮亮。映雪，这是我刚才给亮亮的棍子。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！映雪，你要小心。亮亮，吓唬妈妈！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！怎么了，映雪？这不是亮亮的鞋吗？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！依雪，这样不行，我们要分头找。亮亮，注意安全。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！依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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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依雪，你醒醒啊！依雪，依雪，依雪，你醒醒啊！依雪，依雪。你醒醒啊！你雪，你雪，快去救亮亮！救亮亮！你雪，可是你快去救亮亮！你雪，救你！哎，你雪，你雪，你亮亮，你雪，快救人呐！小心，逸雪！逸雪，逸雪，逸雪，哟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是，孙悦，逸雪交给你了啊！啊，好，快，快！怎么了？这是，来，这个，快把电话给我，快！喂，120吗？我要报警。什么呀！快坐下。我没干什么。你一会儿要我去办出院，一会儿又说你买了机票。洪德，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。妈，你就别管了。等美美回来，我们立刻就回家收拾东西，然后搭今天晚上的飞机走。搭晚上的飞机走？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去国外。去国外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都不事先跟我商量呢？为什么要走这么急？哎呀妈，你就别管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洪德啊，你
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也没有什么事好瞒着你的，我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什么意思？让美美把亮亮带回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国外。到时候英雪她找不着亮亮，我会告诉她在国外，她就会到国外来找我们。那样的话，我就能够阻止她和刘嘉诚结婚。洪德，这不行的！你怎么可以利用亮亮呢？我们这么做，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你，我处处都不如刘嘉诚，你知道吗？美美，美美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亮亮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亮亮呢？亮亮呢？哎，洪德，你告诉我，亮亮呢？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被冰划了一下。二姐，我觉得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。你才心不在焉呢。二姐，我觉得呀，你应该经常和陈大哥出去走一走。小飞，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我也知道我们欠了凯文的人情，可是你也犯不着老是替他说话吧？我。喂，妈，什么？大姐摔伤了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。素云，你先帮她把手里的鞋子拿下来。哎，这不是亮亮的鞋子吗？刚才副院长急匆匆的跑出去，难不成亮亮出事了？哎呀，亮亮怎么了？能不能别捂着？哎呀，映雪呀，映雪，映雪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映雪呀，啊！伯母，你放心吧，医生已经帮他诊断过了，他没有什么大碍，现在只是有些擦伤，头部可能有些轻微脑震荡，所以还在昏迷中。哎，嘉诚呢？嘉诚和亮亮怎么不在这儿啊？哦，刚刚那个副院长呢，把映雪姐送来医院就出去了。哎。哎，你刚才说亮亮，亮亮他怎么了啊？我们也不知道亮亮怎么了。不过你看，映雪姐的手里始终是拿着这只鞋，怎么也拽不下来。哎呦，这不是亮亮的鞋，这是亮亮的鞋，亮亮的鞋呀！快，你快给嘉诚打电话，快点。啊。哎呀，映雪，映雪，映雪，怎么讲？关机。啊？关机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对了，刚刚我看到嘉佑呢追着副院长出去了，那我现在去打电话问一下嘉佑好了。哎呀，我去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没事。啊，两位，你们先在这儿，我们先去忙了啊。啊，素云，这里有我就好了。警官，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孩子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这边那边山这边的都找过了，没找着。那河里面呢？河里面也没找着孩子。
再往下游去就不是我们辖区了，我们得联系市区的同事一起去寻找孩子，打捞尸体。什么？打捞尸体？不，不可能的，亮亮不会死的。你们找啊，你们赶紧找啊！你也是医生，你自己知道，人一旦溺水超过十分钟就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。对于这个事情，你还得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。不，不可能的，真的不可能的。亮亮不会死，我一定要找他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亮亮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跟着我，我要找他。哥，你的心情我知道。两个小时了，就算亮亮没有摔死，他溺在水里两个小时，他可能活吗？哥。我们在一起，亮，回去再说吧。我们这就回去。哥，映雪姐现在还在昏迷中，这边就交给警方了，咱们尽力量，回去吧，好了。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嘉诚啊，那亮亮呢？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呀？是啊，那亮亮的人呢？啊，伯父，我们哟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亮亮他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亮亮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什么对不起？我们现在问你，亮亮他到底在哪儿？说呀，你急死我们了！是啊，亮亮他，亮亮出事了，他实在也没找到人。什么？啊？出事了？亮亮，亮亮出事了！老头，亮亮出事啊？亮亮出什么事了？啊？你不是？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你不是跟我保证说？不去那个危险的地方吗？啊，你怎么又发生这种事儿啊？你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儿？嘉诚，你是怎么照顾亮亮和映雪的？亮亮出事，找不到了。爹呢？你害我亮亮啊你！放心把他们交给你，你怎么就这样的？不跟我来院长，他肯定也不愿意这样的。映雪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小萌，快通知他们映雪姐醒了。好。映雪姐。亮亮，啊，映雪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刘副院长和刘主任他们都已经出去找亮亮了，亮亮不会有事的。映雪，映雪，映雪，我的乖女儿，你醒了啊！来，妈扶你。快来，亮亮，亮亮怎么样了？映雪。你说话呀，亮亮。刘雪姐，我跟我哥报警了，可是警察到现在也没找到亮亮。
还有爸爸妈妈呀，啊，爸爸妈妈离不开你呀，孩子。我刚才给老太太看过了，没什么毛病，可能啊情绪有点激动，有点昏迷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谢谢医生。应该的。亮亮，妈，你别吓我。洪德，梅梅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亮亮他，亮亮他不见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要去找亮亮。妈，不能去。妈，你到哪儿去找亮亮？你不是知道路吗？可是亮亮，亮亮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。你这样去找他，他们那边会觉得是我们害的。对，妈。妹妹说的有道理，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们，说不定那人来肯定不会有事的，别担心了。对呀对呀，妈，你现在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想他们那边有消息的话，一定会马上通知我们的。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为什么要害亮亮？妈，你别激动啊，妈。到现在还在哄着这个狐狸精，你骂我是狐狸精，这件事情是你儿子让我去干的，你以为是我要干的吗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是亮亮自己滚下山坡去的，我又不是找人，我怎么救他呀？喂，亲家母啊，怎么了？
吗？姐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亮亮他已经走了，姐，亮亮他已经……嘘，亮亮没走啊，在我怀里呢。姐，那不是亮亮，那就是一只……小飞，你说的对，亮亮在姐的怀里。亮亮没有离开姐，亮亮没有离开我。姐，你抱着亮亮，手一定酸了吧？姐，我把你抱回来吧。我要自己抱亮亮。失去。